8, 5, 4, 3, 2, 1。你无听过诶，咱 number one 的咸歌，你嘛无听过食薰跟咱食七星的咸歌，你嘛无听过拄只叫我去买杜蕾斯，跟咱花我100块的咸歌。拍水翔哥，拍水翔哥，什么有话哥杜蕾斯？看你有个毛病！哎、欸，你现在跟这种菠萝用的卡小要求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啊，从华西街到昆明街，通通都是我们鬼市集团来管的，我一个人好不好？看跟我应该比跟这强多了吧？你怎么讲话啊？你难道是没有听说过我们孙氏集团吗？孙氏集团。你是说那个总裁竟称放烟火用核弹的孙氏集团？听说连郭台铭都跟他们借钱。听说那个霸气总裁小说都照抄他们剧情。那个孙氏集团。好，看